That's just a book.好刺激呀、啊！录好没？你的头像呢？你这现在马上录音还是？现在就开始录音啊！然后这前面稍微剪一下。剪一下对。本次直播带来花木兰的解说和教程。保证视频质量。干了。我怎么这么慢？本次视频带来花木兰的解说和教程。我们对战应该是狂铁。出门先买大戒，一般人都会选择歇底二技能。那花木兰的精髓是在一技能的五段被动伤害。先藏在草丛里，等待狂铁出来，释放一技能后再从由我方再使用一技能。打出被动以后，不要跟他耗。等待他第二次的一技能。因为这次，因为我们旁边有人来了，可以是。准备好闪现加一技能。他走了。他有一波闪现，应该刚刚闪现应该丢了。我比他更早升，先升四级。在没有四级前，花木兰一直就是强势的，打出被动，切中击，他死了。蹲一波，这点血量足够了。等他一技能使用完，等待月塔。他没有。
这次有点小失误。你记得放干扰下来。对面在打龙，三秒钟的大招，抢，立马帮忙。闻一手，闻一手。再等一下。小问题，小问题。先让我预热一下。前期瑶抢了我两个人头，这个就挺难受的。五十分之前，狂铁的血量比我健康，尽量的去蹲人。他有名刀，说实话是不好打。妈，那个又黄渤了。他这波没有名刀。等待他出来，好样子。狂铁不该跟我们硬扛。反向一次，打出沉默。被我参中了，我想着后面应该会有人过来。干将木叶在这里。他往后推，切中介。刘备一般都是需要蓝的，必定会经过蓝区。啊，别急，我再找个号，这样就不用新兵训练营了。这得走，切中间立马走。因为被他大招留下来会很麻烦。花木兰不适合支援，他适合把一路打穿。走吧。
走，配合队友拿下这个人头就行了。你有没有闪现？我无法切到干将。身份局出装可以随意点，我喜欢使用霸者，就不需要回家。尽量的把可收的资源都收掉。老样子，在这里蹲。反向推，这不有野菜，他们二塔推了，只要切后路。打出被动切中介，老样子，在这里蹲一会儿，因为队友的视野暴露了，我们可以去中路再蹲。打出被动，收掉两个，运行好泄露，花木兰的经济不会很低。除了霸者之后，只需要在草丛里蹲人就行，让自己的血量恢复到健康。不厉害不行，现在给这个金姐吊着打，我操！有人肯定是想清上路这波兵，可以在这里蹲。继续啊，他的戏份我还是但他的技能很厉害，应该说反正比老一版本都厉害很多。切中介推塔。这个都有，妈呀！闪现接一可以快速趁敌方不备。好的，0114凌霄星。等待自己的血量恢复到健康为止，避免在这期间进行攻击。现在经济优势很大，尽量把线路控制好。这波已经定了，打出沉默，他可能会用技能套法。
花木兰的核心主要是它的被动，五层被动打出来会有一个额外伤害。打两把，刚刚那把是13分钟。对啊，就直接输那个就好了。然后0114云霄星，毛也掏得清。啊，没有，我在这边看他的精灵。开始慌吧。可能要打三把。这个直播时间要控制好。我可能还要解。半个小时直播。这把对战亚瑟，亚瑟是边路比较强势的，单打比较。倾泻比较快，遇见倾泻比较快的，像亚瑟的二技能，持续性不适合使用一技能和他对打，出门选择二技能。在四级之前，花木兰对战亚瑟是没有优势的。网络作业而已。再说你不是王者吗？你可以出去看一下。打出被动，不要和他拉近身的位置，等他一技能好了再使用二技能，打出被动就走，和他耗血。下面三级比我先升四级，立马闪现走。我升四级以后，先中箭。他的一技能的沉默和二技能，这次可能会杀了我。主要就是让他使用技能。Thank you.
国朋克。切中介。哇，这个动不了。这局米莱迪是个很烦的，这波追不了。这个，我操！完了，我一下没了。没必要。我看一下，这波应该是可以推塔的。花木兰的轻介、重介切轻介会有一个攻速加持。就没料到。这一局需要切出一个防装，对面的亚瑟对我来说还是挺不容易打的，包括对面的法师，他的机器能是物理攻击。这亚瑟还是希望来摸一下我。我也是啊，先等他出来，再次打出被动他就死了。我烦死了，你妈个逼啊！这一局队友还是挺给力的。搞那个森林冰火人吧，对啊，哎那哎等一下，先绕一下，啥意思啊？他们发现了。哦，这样的。这把主要切后排后翼。好了，森林冰火人，没问题。打出沉默。切重点。森林冰火人哪个？中第一个嘛，中文版的。我直接搜了那个四三零。
啊，翻一下。罩子。他没有出反甲，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很难。对呀，我操！先等他的技能用完。啊，那打出。好的，那就一边玩十五分钟吧。你总共30分钟吗？OK， 突然解决了，好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队友有的话就可以直接上。那我就一个人了。先进二技能。切中界立马走。先解速，等待队友过来。看到人以后切后排，不要急于切上头。反向推，血量不健康，还是出一个霸者。等待他们露头。哎，点不出来什么技能。等待，他们肯定想清这波兵线，看准他们的人。偏上路走了。这波应该是被开解了。这个闪现有点快了，结束到了。那他们是吧？不是，就是换个游戏，换个游戏。啊，然后每人，我们就这边看看有那个录一个。姐。对啊。尽量把后排先切了。你那边放开不能是吧？先把给诸葛亮做加一了。血统一般超三个人才能 MVP。
全性。尽量去追，好像已经让出一条龙了。这波的话没有闪现，所以切后排尽量绕到最后面。看见后影，解决掉后影就行。接下来就是上高地，第二次的战斗力很弱，现在可以说切个重点，尽量先往外走。亚瑟再不好打，等霸者重伤的状态回过来一点，等一波状态。利用兵线来位移，打出二一技能二段，反向推。结束。